大家好，我们接着进入课文第一段。Life is about choices。生活是关于抉择。我们先看到这一句里面 is about 的用法。当我们说呢 A is about B，表示呢 A 是关于 B。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about 后面我们要接名词的形式。OK，next、okay, sentence。While some are simple and unimportant，others are difficult and life changing。 Let i k h e one my family had to face when I was fifteen. 有些抉择很简单，并且无足轻重，但是有一些非常的困难，并且会改变生命，就好像我十五岁的时候家人所必须面对的那个抉择一样。我们来看到这句里面的一些重点。首先是开头的 while，while、well、在这边呢，首先我们看到是文艺，它的文艺是虽然。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句构。while 当成虽然做使用的时候呢，后面会有一个子句，接着后半子句，它的内容会跟前半子句做一个对比。换句话说，while 当成虽然的时候，引导两个子句，那这两个子句的内容是互相做对比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课文的呈现里面发现，前半句由 while 引导的，只能说呢，有一些的 choices are simple and unimportant。 那后半句，它所用的形容词是有对比性的。Others are difficult and life-changing。再来，我们看到这一句里面的 some others，some others 表示有一些，还有一些。它的用法是在举例作使用，而这个举例作使用呢，它是任举两个群体，它并没有限定范围。所以在这边呢，这个 some 指的是前面第一句指到的 choices。 那后面的 others 指的一样是呢，这个 choices，他任举两类这样子的 choices 来做呢说明。再让我们看到第三行的部分，you w o n my family had to face。这边的这个 one 呢，一样是代名词的功用，形同上面的 some 跟 others。那这边的 one 指的就是第一句里面提到的 choice。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第一段。 第一二句的部分，它用了很多的不定代名词，那它所指称的本体是什么？要特别注意，才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文章的理解。OK，我们看到下一句：The decisions shape our lives and test h t e our beliefs while showing the power of love。而这个决定不但呢，形塑了我们的生活，考验了我们的信念，同时它也展现了爱的力量。 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里面，在课文的第六行一样有一个 while，可是呢，这个 while 跟前面我们刚刚讲的 while 它的用法不一样，那它的文意也不一样。我们先来看到文意的部分，这边的 while 它呢的意思是当的同时，它的文意会等于 when。那请同学注意的是呢，while 等同于 when。 这时候呢，它的用法、它的句法结构，while 后面会接动名词的形式。所以换句话说呢，while 当成虽然，以及 while 当成了当的意思。第一个，它的文意不同以外，它的文法使用也是不同的。好，所以第一段呢，最主要就点出了本文的这个 topic，本文的主题就是 choice making，关于做决定。Okay，we will move on to the next paragraph. I have suffered from leukemia all my life。我一生都受白血病所苦。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里面的一些重点。首先，我们看到 suffer from，那 suffer 后面加上 from 这个介系词，表示主持呢受到 from 后面这件事情的折磨或是苦难。那在翻译上面，我们可以说受什么所苦？Leukemia 是一种病，就是白血病。Okay, next sentence. To survive, every now and then I need i d s blood and bone marrow donations. 为了生活生存下去，我时不时就需要血议还有骨髓 （bone marrow） 的捐赠。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首先开头的 “to survive”，“survive” Surv 我们知道的意思是呢 “stay alive”，就是活下去的意思。那这边的 “to” 它其实还省略了句首的 “in order”。 好的意思呢，表示为了。那在这个表示为了的用法里面，如果放在呢，in order to 放在句首的时候，常常会省略前面的 in order。那 to 后面会放这个目的性，所以这边的目的性就是为了生存下去。再来，我们来看到本课的片语 every now and then。那 every now and then，我们可以用之前学过的单字还有片语来帮助自己记忆哦。它的意思就是 sometimes，偶尔，有时候。 以及呢，from time to time，啊，同学可以善用呢同义字或同义词，这样子呢，你的词汇量会变得更多。那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句，To provide the donations，my parents had another child，Anna。那为了提供这些捐赠，我的父母又生了另外一个孩子，Anna。 那在这句里面呢,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o uh, to provide the donations 这边的to的用法跟我们上面所听到的in order to是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句 Anna was loving and supportive But I was sometimes clouded with guilt for burdening her with my disease 我的妹妹Anna充满爱心loving 但是我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疾病为 Aina 带来负担而感到非常的内疚。I was clouded with guilt。我们来看到这一句里面的一些重点。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前半句，这个作者来形容他的妹妹 Aina 的个性是非常的 loving，loving lo 呢就是充满爱心的意思。再来 supportive，我们可以从字根猜一下它的意思，support 支持，那在字尾做了变化，所以它的词性变成形容词 supportive。 的同义字就是 encouraging。换句话说，他非常的乐于助人，而且充满了鼓励性。那我们看到 but 后面的文意，I was sometimes clouded with。当我们讲说呢，某人 be clouded with 的时候，他讲的呢是比较负面的意思，然后面会接呢比较负面的状况。那如果做翻译的话呢，他表示因为什么事情变得暗淡。 OK，那他所嗯、呃、感到非常黯然是反而非常的黯淡，非常的伤心的原因就是呢，burdening her with my disease，就是让妹妹去承担姐姐，也就是作者自己本身的疾病。OK，we'll、okay, stop here.